哇！望住入面呢间铺啊，啱啱路边停低，唔走入去啦，好吊脚啊呢个位置，栏杆拦住咗啦，总之就系外面车停低咗，罗手辉沽出嚟噶呢间嘅宠物店嘅时候咧，就成交咗650万，650万坚噶啦，就2017年嘅时候咧用500万嚟嘅呢个位置。望下咧，呢個附近咧就站黎明啦，啱啱好就係呢個青山公路啊呢段啦，咁啊呢個就超級吊腳位啦，同你講好方便都呃你啦，我都費事拍低架車兜大佢，好麻煩啊。建築面積450尺啦，門闊就向住呢個青山公路嘅大概12尺，深大概24尺到啦。租金嘅時候咧就總之係大概就18000，咁啊回報就講緊係呢個嘅3.32厘。OK 啦，650貨仔啊咁嘅款式啦。原本業主2017年嘅時候咧就用呢個嘅500万買嘅，黎明喺呢個位啦嚇。呢啲就超級吊腳冇人行噶啦，但係就一分錢一分貨啦，幾百萬貨仔係咁嘅貨色啦。咁 OK 嘅，呢個青山公路539号呢個嘅昌宏大廈第一個6号鋪啊，今日建築面積450尺 ，OK 啦，呢個位感覺就係你咁嘅貨色啦，你明啦。咁啊，咁個580万 OK 啦，呢個五分位啦，回報高啲啦，3.32厘，咁 OK 嘅呢個位，一百萬貨仔咁貨色啦，搶眼位賣廣告，咁啊就冇咩人經過，呢啲叫但係就賣廣告啦 ，OK 嘅。旁邊有很多啲工廠大廈，咁啊幾百萬貨啫，貨啫叫大單邊位，小巷單邊位。好，該買㗎，該買㗎。